本来很荣幸呢，能够代表华人联谊会会有司工部来向各位来一次贺词。我们的尊贵的信马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联谊会会长郭志川牧师，陈康利。那么中部第二教区教区长林向明牧师，陈康利，以及马来西亚神仙院长柯汉成牧师，陈康利，还有。